想要帮狗狗减肥，但如果小狗对狗公园、美容中心或是狗温泉已经感到厌倦了，现在又多了一项新选择——小狗健身房。不过我看他们不像去健身，说去玩的还差不多。在美国维吉尼亚州新开张了一家健身俱乐部，一年的会员费700美元，但是运动的对象是他们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宠物狗的健身房，号称拥有任何训练狗狗体能的玩意儿。And so we really wanted to be the what's next. We wanted to be the safe, year-round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could bring their dog, work with them, either reinforce training they'd already had, work on new skill development, and really just have fun. 因为美国好几百万的狗主人愿意为宠物花下大把钞票，从奇特的食物、万圣节服装到沙龙剪发等等，应有尽有。而这些狗也常因为主人的溺爱胖得不像样。来一个运动也是挺重要的。这狗健身房提供了什么呢？狗狗跑步机让心脏更强壮，平衡球锻炼核心肌肉，超越障碍训练场拓展灵活性。有些狗主人说，他们想利用这个温度控制的环境优势，让他们的狗打败严寒和酷暑的天气。有些人只是希望他们的狗狗多运动一点，减肥几公斤。